stick 'em up, punk, hit 'em low, hit 'em high. Now I'm the bad boy that you invite for dinners. Ain't got no manners 'cause I eat with my fingers. Lost boys terrorize the neighborhood, and hell to the rescue, but we up to no good. So come on, come on, everybody keep checking us. Coming with the funk, bring it on, wickedness.就嚟开波啦，咁啊呢场嘅比赛一定会非常之火爆嘅。赛前嘅舆论话呢场比赛吸引咗好多嘅目光噶。沙维攞到波，呢啲身后球入波啦，咁啊真系冇谂到咁快咧就入第一个波吓，呢个开局令人好难忘噶啦，肯定系。佢哋之间嘅配合咧就好默契噶啦，咁啊传波啊真系眼花缭乱。佢哋领先1-0，咁啊佢哋开局可以话真系梦幻开局啊！利用对方防守上嘅一次漏洞啦，就俾对手一个嘅教训啦。故意犯规，在禁区里面防守球员总是比进攻球员多一个，个波被截走了，好机会分给马珍娜，这些防守真是拍烂手掌，拍你老神。贝兰道托利斯，艾美梅班沙。佢会点处理呢个波呢？我哋知道佢会传出好波噶，个传中球被防守球员顶出，努尔，上半场已经系进行到15分钟啦。机会嚟啦，扑得好靓。他会点处理呢个波呢？机会，射门冇乜质量啦，佢需要调整一下自己嘅状态啦。佢嘅个人show啊，真系做得几好啦，咁但系咧就冇带嚟入球得分嘅，有少少不切实际咯。云拜顿，正确嘅传送能够让佢哋再度敲开对方嘅球门，传中啊俾后卫破坏咗，角球。高波放入嚟，呢啲防守啊真系滴水不漏嘅。而家冇咩好合理嘅直塞波路线。右路有非常之大嘅空档啊，传中好靓啊，扣扣，哎，机会出咗嚟噶啦，咁啊但系射门嗰句话有所欠奉啊。呢脚嘅传波传得真系好有想象力嘅，咁但系射门嗰下咧就令人失望啊！对于咁样嘅波咧，你真系要把握好啊，大佬！呢个时候佢哋又压晒上嚟啦，佢哋应该清楚知道，如果想有所收获，就一定要踢好呢场比赛啊！
想用轉移波去擺脱防守。佢哋控球都幾自如下噶，不斷咁揾到對方嘅防守漏洞。俾去沙維，沙比亞朗素攞波，佢喺度尋找緊對方同一起跑線上嘅機會。欸，原來係個烏龍嚟嘅。That on goal could really take the wind out of their sails. Hey, 比分打平啦，一比一。佢哋事實上係 keep 住唔到個優勢嘅。咁喺半場吹雞之前咧，會唔會俾人反超咁邪啊？適當嘅傳中可能會為佢哋帶嚟再次領先嘅機會。头顶稳稳阵阵将个波打去安全地带，为咗安全起见咧，守门员都系将个波放去底线算啦。传咗入去，头球高出横梁，咁啊呢啲射门对于门将嚟讲冇威胁噶。到咗禁区区域啦，依然带住球波，禁区里面有两个接应点，又是一个边线球机会，传中的好机会，个波啊碌咗出边线界外球。他们解除威胁，又是一个界外球机会。离上半场比赛结束还有五分钟，打对方身后，波向中间传，传中没人接应到个波。到了禁区了，挑得好乖巧，个波最尾被守门员拿到。仲系投球，沙比亚朗素，第四官员举牌示意补一分钟，十分坚定嘅铲球啊！传中可唔可以揾到队友呢？个波传得好深啊！艾比隆亚。上半场比赛是结束的了，打得都算是挺精彩的，挺火热下的，我们期待下半场的比赛更精彩了。不错的开局，如果他们能够将领先优势去持续到下半场的话，那真是哇哩咕了。一比一打平手，下半场两队仍然都是同一起跑线上。下半场开波，咁啊，教练中场嘅布置掂唔掂？努尔、恩尼斯达、入波机会，要传中啦！呢个传中好有效果，头球解除咗安全警报。帕尼老神、斯蒙斯，佢哋嘅攻势好似潮水般向对方嘅后防线压过去啊！传中嘅质量啊，仲系唔错嘅，但系落点冇人啊！费兰杜托里斯担紧啲传球嘅默契啊！
争抢啊，好有力。恩尼斯达分俾干沙利斯，射门嘅质量一般般嘅啫，咁啊守门员就唔会好惊嘅。维马尔伦。红门将嚟个单独见面，头球妙传，有机会啦！射门，佢埋门嘅时候可能精神唔系好集中啊，呢波啊射歪咗啊！呢一次可以话系要令全场球迷都拍晒手掌嘅个人表演嚟噶，呢波本嚟应该系个好靓嘅入波嚟噶，咁但系咧射门嗰下稍稍偏出吓。努尔、沙比亚朗素，好精彩嘅防守啊！云拜顿、帕尼鲁神，其实球迷都系比赛当中好重要嘅一部分嚟噶，佢哋嘅喝彩声其实就系比赛嘅气氛啦。需要有一个有质量嘅传中波，选择头顶。我谂门将应该会意识到啦，呢波会从右侧去出底线。佢嘅传中波真系无可挑剔噶啦，只要相信有个球员喺前面嗨嗨波皮都会入。咁可惜啦，呢条拉门喺度啊，睇嚟要补充啲新血液上嚟先掂啊！相信好多人都认为呢个波系犯规嚟噶，咁啊，但系裁判话事，可以传中啦，好靓嘅传中球，头顶呢啲波拳头搞掂噶啦，安全啦。好危险啊，攞落底嘅机会，进攻那边就无功而返啊。斯蒙斯，好精彩的防守啊。马珍南，比赛仲剩最后15分钟，传中的好机会，睇下佢揾唔揾到禁区里边接应嘅队友啦。咁啊，但系控球嘅时间就唔系话持续好耐啊，好明显嘅越位啊！努尔。恩尼斯达俾咗沙比亚朗素，佢哋系谂住过嚟边路揾食啦。可唔可以将个波传入禁区呢？呢个系个机会嚟噶，防守都算几稳固。全场比赛即将结束噶啦，咁啊而家仲系平局嘅，或者啦喺呢段时间里边咧可能会分出胜负噶。有冇机会向中间传呢？呢、這个任意球啊真系叫得糊噶啦。呢、這个距离唔错，防守好坚固。迪比利呢次啊防得佢好靓，佢哋啊突破咗防守噶啦。守门员攞到球波，场边嘅液晶屏已经系俾人举起咗啦，双停保持仅仅只有一分钟。费兰道托利斯强行突破，过于鲁莽啦，任意球。哦，
红牌啦。佢嘅铲波的确有啲问题嘅，或者系判得有啲严厉啦。我唔敢相信呢个判罚啊，相信主教练亦都唔可以接受呢一张红牌。头球，裁判啊吹响咗下半场嘅结束嘅鸡声啊，两队打成平手，跟住嚟加时再斗过啦。如果佢哋咧就唔能够赢呢场嘅比赛嘅话咧，真系比较可惜噶。加时赛开始啦，好多球员都已经系非常之系疲劳啊。斯蒙斯睇上去好有气啊，波传咗入去，云拜顿好嘢，系啦，入咗波啦。虽然话佢哋俾对手系追平过啦，但系最终又入翻波，再次将比分系超出。咁啊，两个波显然就系唔够嘅，佢哋需要系入更多嘅波去保持比赛嘅胜利啊嘛。2-1，比分系差距好细嘅啫。沙比亚朗素、费兰道托利斯，仲系掌握住对球嘅控制，可以射门啦，攀平比分嘅机会。虽然话呢波系搞唔掂，但系射门嘅质量都系唔错嘅。唉，呢个系攀平嘅好机会嚟噶，佢哋处于一个好好嘅位置啦，但系最尾真系抌心口啦，呢次机会放过咗添。维马尔伦。好，菲尔他们的球犯规很明显啊，红牌。大家都一定会很惊讶这次的判罚，裁判好像是对这次的判罚很肯定一样。他可以尝试一下甩个球去禁区的，赢回个控球权。马珍南、潘若攞住球波，佢依然掌握住控球权啊！艾比隆亚，佢会唔会射呢？接咗个波落嚟，食住个势抽埋去咧，入咗禁区。呢一次好干净利落咁样化解咗危机，简直就系大师级嘅表现啊！维顿汉、奥菲尔，他会怎么搞这个球呢？有机会传中了，奥菲尔劲啊！门将的动作真是潇洒淡定，很舒展的。这个失足差点成千古恨的了，角球机会。这波传入来，掂不到个波，任意球。加时赛的上半场结束，他暂时领先比分，很高兴可以暂时领先。但问题是这种优势可不可以保持到最后呢？下半场进行到依家都未有入波噶，一切都有悬念噶。踢到呢个时候咧，比赛嘅胜负好可能就决定于球星嘅闪光。佢哋嘅波传中嘅好机会，云拜顿
将威胁就化解咗。斯蒙斯，佢哋嘅攻势好似潮水般向对方嘅后防线压过去啊！犯规啦！恩尼斯达、沙维打对方身后，边路球员表现抢眼啊！呢个预判真的很出色吓，危险啊暂时缓解了。个波到了危险区域啦，防守好顽强，防守压力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啊！潘若攞住球波。射唔射得呢？好机会，佢挡住咗个射门，但系咧就冇将个波立住，而系用双拳击出嘅。要注意二次进攻。呢次嘅传递啊，差咁啲准程度啊，最终个波都系失咗吓。布菲尔边路落底嘅机会，仲几好。最终抢到全中落点的是守门员啊！被防守扼杀了，主裁判啊吹了比赛结束的鸡声。呢场波唔单止系球员开心啦，球迷开心啦，其实主教练应该系最开心嗰个嘅，因为咧就场上嘅运动员啦，都按佢嘅战术安排去进行踢呢场比赛，而且系赢波好漂亮嘅。他们就展示出他们的很真正的实力，每一名的球员都发挥出120%的能量，为我们奉献一场很精彩的比赛。斯丹